闷的时候啊，抽一支烟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。不要骗我了，你在吸毒对不对？我是有在吸，不过没有上瘾。你放心，不影响工作的。给钱，你是老板，该给钱了。吃喽。还没吃啊？我碰到阿 Q 了，一直在一直先进来。他给你黑吗？老奶奶老脸红，讲人家信用有问题。周六晚间九点，公视13频道，刘飘子。